有听到吗？有啊，好性感的声音。哎，那帮我拿一下。好，奇怪，主持人怎么都没有宣传？今天是目的是什么？然后呢，我们会有很多的嘉宾，很多表演者，有李友廷嘛，对，女神，我们，然后还有简淑萍，然后都是我觉得都是非常厉害的人。然后就是小妹我呢，又自己的一个团要表演，然后还有他们那个拉警报，然后。对，还有我们一些就是学长姐，对，但是他们都非常厉害，而且也有在各个的什么地方活动场地表演，对，都非常有实力。然后也有他们的粉专，就是有任何的兴趣都可以到我们的空间音乐节，对吗 ？Space 空间音乐节，好，就是的粉专。我觉得他们都非常用心啊，都有影片啊什么之类，还有介绍。好，那这首歌叫《维多利亚的秘密》。对，想要内衣生活。昨天不知道谁跟我聊到华哥，我要唱没事。好，来介绍一下。我要介绍一下，好，我是音乐室詹妮华恩，他是幼教室刘佩芙，好不好？他是。他是不是物化室的简君芳，然后这个是最老那个，硕二吗？硕二。